原来手脚冰冷问题这么大。他手脚的确很冰冷，他的先生常常抱怨他，说他就是冰山美人，其实是一个甲状腺低下的 case。 甲状腺真的低到的程度，就出现体温低、性欲低，甲状腺低下会造成胆固醇上升。来人是说他手脚很冰冷，那我们一摸他另外一手，明明就很热，他是右边的手骨下动脉几乎完全阻塞了。这边量血压是60，这边量血压是140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